纵全峰2024近日终于开播，30对位女星们的舞台演出以及过程中的准备吸引大批观众关注。然而女星万妮达25日传出彩排时摔伤的消息，让粉丝们十分担忧。据传万妮达在进行第二次公演彩排时，不慎从超过2公尺的高台摔下来，导致尾椎骨裂。但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进度，这几天她仍旧负伤参加公演。许多到现场的粉丝透露，万妮达疑似因为伤处疼痛，出入摄影棚都扶着腰。上下车时，其他女星也小心搀扶她。由于彩排现场没有对外公开，粉丝们也不清楚万妮达的确切伤势。对此，万妮达透过微博发文写道：“信念战胜一切，加油！”随后在粉丝群组传讯安慰粉丝们，不用担心她，也很感谢大家对她的关心。Bye.